今天在这个经期里面有一部经叫做金西勒苏的和解经，那这个这部经文呢因为最早期有一位跟舍利弗尊者出家开始修行，但是这位弟子几乎都没办法接受还是学习到舍利弗尊者的教导，所以最后呢舍利弗尊者把这个这位比丘这位弟子交给佛陀，让佛陀教导他。这个时候这位比丘提问佛陀，在这个团体里面这个神团里一直在讨论戒律戒，所以这个戒的意思是什么？西拉。那这个佛教的我们知道的三藏经律论，那有时候这个律藏单纯是戒，但是比较详细看的话呢，律跟法律的律跟戒还是有不一样。那个戒的是中文翻译，它的原文是细了，那中文翻译的话有一点戒掉的意思，那细了巴利文的意思有一点可以说深夜口夜的和平，还是身体的行为跟嘴巴的行为等于是说你做事跟说话方面的平静和平叫做细了。那什么时候神业变成不和平暴力最怕常说的话，什么时候变成暴力不和平这个就是阿细了，没有戒。那当然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我们有时候讲恶业，
一个人的身体来可以做的最大的暴力的行为是杀神、杀人。所以你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你的身业、你的身体的行为不会平静的、和平。然后嘴巴上可以讲的最大的暴力的话，妄语。那如果你的口业有这个妄语的状况，一开口说出来的都是欺骗的话，那那样的话，你的口也不会和平平静。所以希勒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可以说希勒的意思，让自己的身体的行为、身业、口业平静和平。那个时候特别会用一句话，是 where money。为了嘛，你就是言理的意思，言理。所以我们说无解的时候会自己说，我言理杀生业，杀生的是因为言理。那佛教里都讲的律，有时候这两个都一起讲戒律，那这个律就是它的巴利文是 Vinaya。 那 Vinaya 的意思它的内容好像几乎都让你的生活非常有威仪的，这个佛教的神团是一个团体，修行的团体，团体里面会出现很多不同的个性的人，从不同的家庭来的，所以为了让他们生活和和，必须要一些生活的规矩。这个是不管是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某个学校、某个团体，他们都会有一个基本上的规矩。所以佛教的律藏就是神团里面的规矩。所以这个讲规矩的时候没有讲为了嘛，你没有这个言理，这个时候讲接受我接受这个规矩。所以佛陀觉悟了三个月以后开始建立这个僧团，这个是从五比丘开始，然后慢慢的外面的一般的人跟佛陀学习，慢慢加入这个僧团，僧团的数量越来越变多。佛陀过了第一个结山局以后呢，这个僧团变成六十个人，所以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常常佛教里都讲的那个 Vinaya 戒律，
是他觉悟了20年以后再开始，再建立见识。那20年之前，那些比丘们，那些跟佛陀出家的比丘，他们依靠什么修行？这个时候几乎都讲这个戒了，这个戒。那他们的戒是什么？诸佛的。一切诸佛的教法，就是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Sabba Papa Sagarana，诸恶莫作，Kusala Supa Sampada，众善奉行。”最早期，佛陀针对这个僧团。讲的这个要严厉、要尊重的戒律，是啦，三不八八三个，诸恶莫作，不用做任何的恶业，所以严厉恶业就是佛教的戒了。那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这个。苏德尼巴的经期里面的这部经文是一个短短的经文，因为一位比丘提问佛陀什么是这个戒，所以他开始介绍这个内容。我们比较详细的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也会发现，佛陀要教导我们的这个戒，几乎都有生活上我们平常生活上做的事情跟打有关系这个部分在《经经》讨论里面也讲过他的。戒了有，第一个介绍的时候，这个戒了有分两个部分，查理的戒了，瓦里的戒了。那这个变成什么呀？应该做的跟不应该做的，所以用这个解释来看的话。你接受应该做的事，也是你的戒；你眼里不应该做的事，也是戒。是啦。所以这部经文你都提到了这些该做的、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接受原理这两个都存在。所以，这个比丘问佛陀说：“Kim silo, Kim samacharo？什么是戒啊？何时戒？何时行？”那这个行就是行为，那什么样的行为呢？和平的行为，平静的行为，就是你的行为变好，什么查？什么事情的结啊？什么样的行为变成平静？卡尼、卡玛尼、布依亚、卡尼、卡玛尼，做什么业？
做什么事なろうさんまにびたす某个人真正的建立于这个僧团里，要做什么样的业啊，什么样的行为，做什么样的事情，某个人在这个僧团里面啊，把自己的位置建立。不得马探这八不利，而且呢最后能够达到最高的境界。那最高的境界呢，脱离烦恼解脱，这个也可以说是涅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学习佛教修行佛陀的教法的人的最后的目标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脱离自己的烦恼。那脱离烦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境界。所以这位比丘问，可以这样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在这个僧团里面能够建立的戒是什么啊，行为是什么，应该要做的业，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佛教的修行方法我们讲是八正道，那这个八正道有另外一个用比较简单的名字来说明，戒定慧三学。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戒，戒啦，戒定慧是了什么的般若。那这个佛教里多讲的戒了呢，是什么样的戒了？你真正的承受这个戒了，真正的守护这个戒了，它能够带领你得到内心的禅定，这个是真定定，真定Samma-samadhi。 所以佛教里都不会讨论没有收戒、没有觉、没有细拉的禅定。所以戒定慧首先要戒，你修这个禅定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佛教的这个戒律啊，能够啊有些该做的事情，有些不该做的事情啊，要严厉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远离所有的恶业啊，这种说法啊，
那我们看接下来，佛读什么会塔？佛说：乌达不查依，阿努苏依耶果西亚。乌达不查依，色后常备。没有嫉妒的行为，这个就是对什么是戒，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是做什么事情，让这个修行团体建立。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内容的时候，都要记得问的问题。舍后张北，这个是无论是神团里面还是神团外，无论是财家住家，都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长辈呢，他有不同的定义。我们一听到的话，第一次想到的意思是什么？长辈就是比我年纪大的，一个家庭里都比你年纪大的人都是你认为是你的长辈。但是还有别的意思，接下来可以说学习的经验，每个团体某个团体里面他学习的经验比你多的话，他也是你的长辈。这个时候你不会考虑到他的年龄比你长比你高还是比你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在一般人的社会那边可以听到，他是我的岁长，就是比我学习的时间比较多，经验比较多。所以一个人的学习经验比你大的话，他也是你的长辈。另外一个呢，某个人的道德行为，每个人某个人的道德行为比你成功比你圆满的话，他也是你的长辈。那我们神团里面的话呢，受戒的时间比你长，这个是我们台湾佛教里多常讲什么戒啦高，戒啦比我高，只是长辈，戒啦就是西啦的意思，这个收戒的部分，这个比较详细讲的话呢，你是一个比如说有两个人，一个人没有收戒收五戒，另外一个人有收五戒，那这样的将来看的话呢，
有说无戒的人是没有说无戒的人的的长辈。你说无戒的，另外一个没有说无戒的，啊，就是你变成他的长辈。那你说无戒的，另外一个人是说八戒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变成你的长辈。你说十戒的，他熟这个沙弥戒的，出家沙弥戒，啊，那个时候沙弥变成长辈，所以你不可能在家里跪下来力请你的弟弟，还是你的妹妹。如果是他今天出家受沙弥戒以后呢，你除非去顶礼力请他，就是长辈。所以这个戒守戒啊，戒律版面也是有这个长辈的定义。第一个是年龄，第一个是他的学习的经验，第三个是他的道德，第四个就是戒律。所以这样的长辈你要自己知道，然后去侍候。舍后这个部分呢，大家都有听过，佛教里都有十种功德业，有功德的十种行为，这里都有一个舍后大众，服务大众，就是不管在一般社会上，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为了别人，为了大家做事，伺候他，服务他，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想要得到什么，你自己自愿来工作，这个叫做自贡，啊，这个就是服务社后，啊，这个时候不会只有长辈啊，社后到所有的人，那这个事情就是有功德有福德的行为。那下一个是没有嫉妒，没有嫉妒的性，没有嫉妒的行为。所以今天可以学习到啊，佛教的这个戒，没有嫉妒心也是戒，守戒。那什么时候我们有嫉妒心？无法接受别人的成就，看不下去，这个是一般时候一般生活上任何的方面，啊，尤其是平常生活上他得到什么，获得什么，获得的东西比你多的话，你对他会有这个嫉妒心。财务方面他得到比你多的话会在乎，这个实际很容易
谁之间会发生？就是同事、同学、同事，跟你在一起的人。今天我们听到高雄那边的一个人收到很大的一批钱，就不会有这个任何的反应。如果你今天听到了你的老板薪水增考给你的同事，你没有，就突然会有这个心出现，嫉妒心。那这个财务方面、学历方面也是一样，你看到你的同学的学历比你越来越多，这个无法接受，就是嫉妒心。你发现了某个人比你懂的事情多，很容易嫉妒心出现。那这个时间在一般的社会上，连这个修行的团体里面也会出现，因为不是财务的问题，这个是修行的问题。你发现的他的修行方法比你多的，还是比你用功的，还是他懂的部分比你多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很容易嫉妒心。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以后，现在变成什么样？我们佛教里都常常会鼓励人家去布施，所以现在变成什么样？布施比赛，我要比达多一点，我要得到更多的布施比赛、发心比赛，因为这个容易嫉妒心出现的地方。那没有嫉妒心的状态是什么？这个叫做四无量心里面讲的习，习心，学习，学习达人的成就，学习别人的成功。为什么在我们佛经里面一直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巴利佛经里面出现杀毒杀毒杀毒啊，中文经文里都会参差参差参差，这意思是什么？学习，学习你的功德，学习你的福德，学习你的成就，学习你的用功，学习你的精进。你有这个学习心的时候，没有嫉妒心。所以这个没有嫉妒心，对跟你一起生活的人。那下一个呢？卡兰努扎斯加鲁南达斯纳耶，他知道时间什么时候去见到导师、老师？那见老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去问候。见老师的目的就是学习、发问。接受他的开始指导，所以要这个事件，知道这个事件，不是随时都适合
这个也是你的戒律，你的戒，就是你该遵守的规矩。所以在这个吉祥经里面提到说，卡列那达姆萨卡扎，卡列那达姆萨瓦那，适当的时间听闻法，适当的时间讨论法，适合的时间，适合的时间听闻法，跟谁听？老师，跟老师听。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适合。所以佛陀的一整天的啊，整个生活上的时间表上啊，上午几乎都佛陀他自己啊，这个守法息啊，休息的事情，然后去读博，下午开始对比丘知道法律啊，上午的时候几乎都参加聚舍，看今天谁能够理解这个法，佛陀会去特别去找他，跟他讲经说法。那下午对比丘僧徒，那这个晚上的时候对殿神废人讲经说法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适合。那下一个呢，当命卡当一日一旦卡难怒，要懂得安排时间去讨论已经说老师所说的法的意义，法的事情。那这个时候还没说的啊，不能讨论，不能问，还没说的，有说的事情才可以自己有什么样的地方疑问啊，可以去问，可以去讨论。然后呢，苏涅耶萨卡彻苏巴哈西塔尼，那这个苏巴哈西塔尼就是每秒的言语，那这个跟我们历经法宝的时候讲萨卡多巴格瓦达达姆十尊上所的法，三所的美妙的语言语，真实语萨扎瓦杰，真实语。所以佛陀三所的法要什么样，苏涅耶萨卡者专心，苏涅耶谛听，要专心的听，听，这个就是戒，该做的事情。听闻法，我们常常讲，
每一个菩提之徒要常常听闻法，听闻法就是开法智慧的第一步。还有说听闻法就是好像盖涅槃的门一样。听闻佛法有很多好处，听闻佛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种有功德四种业的一种，就是听闻法就是常常有功德的行为，福德的行为。但是这个不是只有听闻而已，还要一个什么萨卡的专心听闻。专心听闻佛法的时候，再变成好像开涅槃的门一样。专心的听闻佛法的时候，再变成有功德的、有福德的行为。因为没有专心的话呢，你的心杂乱了。你的心杂乱的意思说什么？被无开出现了，你内心被贪心、贪欲开起来了，有贪心，没办法。专心的听闻法，你心中有憎恨感、愤怒升起、不高兴，这个时候不能专心的听闻法。你心中有红尘、懈怠、懒惰，没有精进努力，这个时候不能专心的听闻法。你内心有疑惑盖、疑问、怀疑，没有信心、萨达，对法没有信心的话，也不能专心的听闻法。最后呢，心中又掉去改，心一直在后悔当中，对该做的事情，管你该已经做的事情有掉去后悔，已经不该做的事情也已经做了，所以有后悔，该做的事没有做了，所以后悔，这个叫做掉去。那个时候也没办法专心的听闻法。所以听闻法听闻法并不是一个只有听听而已，所以你专心的要听，听的内容是什么？美妙的言语，等于是说萨卡多桑说佛多桑说的法，这也是该做的事情，也是某个人真正的建立以这个神团的方法。你加入这个佛教神团，所以这个佛教的神团就是一个修行团体，虽然是说神团，但是它里面已经包含了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比丘有博士、有婆，
所以这个进你进来这个僧团里面，你自然而然要尊重的，要接受的，戒就是这些，行为就是这个戒。事后长辈对他们说的勿嫉妒，懂得敬老师的时间，懂得按谈仪说的法，专心谛听每秒一言。这些都我们可以说是修行。你加入这个修行团体里面以后，你要做什么？做这些。那我们看下一个，卡里呢？गच्छे गरुणां सकाहं, इसे यहां जीजी याओ अंपाय सिजेन, जेजिंग लाओसी।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一直提到老师？老师就是你的修行生活上的三者是。那这个接近三智是，就是一个吉祥词。Panditanam sevana，接近三智是。它也有适合的时间。Tambahan niram khatva nivata utti. Tambahan 此时固执，niram khatva 你要拒绝。你的固执、自私的行为，这个苦者艰苦、执着，你的行为、你的生活上会有一些非常固执的事情。等于是说，你的生活上，你自己执着的地点、执着的地方，一直无法改变，自己不愿意改变，学佛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自己不愿意改变，啊，你自己不愿意改变的话呢，你无法学习到这个法，成就这个法。所以，有时候有些外道的修行人，还是。外道的团体都的信徒来问一些问题，佛陀，那佛陀这个时候跟他讲，我们先把这个事情
放在旁边。我们先来讨论这个，那就开始佛陀讲啊，正觉的，而且他自己知道的道理。如果是那个人一直不愿意，怕他自己原本的问题，原本要讨论的事情，先听佛陀的话，放在旁边，等一下再来讨论。如果不愿意这样的改变，那佛陀讲了怎么样的道理，他都不会听得懂，无法接受。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执的地方。无法改变，所以去到这个执着的地方，我们佛经里面有特别提到有十种乌巴达的执着：卡姆乌巴达是对感官娱乐的执着。还有对这个自己受的戒律、受的啊生活方式的执着，立地乌巴达对自己的看法、思想的执着，管你生命，你有一种看法。你就执着它，管你这个世界，你有一个想法，你就执着它。执着以后，就你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改变。这样的话，你都不会注意听别人的解释。所以在这个佛教的神团里面，团体里面，你拒绝这个固执，这种执着的行为，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生活的修行当中，修行的生活要一直都愿意改变、变化，你这样才能够结束，你这样可以来啊学习很多的啊做法，然后你这样的拒绝以后呢，要变成尼瓦德乌底。全训就是一种固执没有固执的行为，学习的行为，客气的行为，因为佛教里都有一种教法，你不管学习什么东西，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最后你还是要放下，才能够自由。所以佛陀讲的法，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法如法子，
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法子创，给你读这个海，那你到了以后，到了彼岸以后，如果是你执着了这个法子，然后你把它带走，那就你不自由了。佛教讲的自由自在，不是拥有一切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是什么？拥有一切才会自由自在。我什么都有啊，所以我很自在，想什么有什么。拥有一切才会有自由自在，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这佛教的看法是什么？放弃一切才会自由自在。接受这种说法，你的脑袋要非常的清楚。你听到的时候，最后什么都没有，哪里自由自在？哎，这种说法。所以有人说，放弃一切，你才能够得到一切。但是，你得到一切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想要。这个就是人生当中要学习的一个道理。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想要一切，想所有的，想要一切。那想要一切的话，先放下一些，放下一切。你什么时候能够放下一切？那个时候你一切都可以得到，得到一切。但是问题是什么？你得到一切的时候，什么都没想要。那这个就是你开始拒绝你的自私固执，然后变成全信的。有全信的个性的人，就是这个团体里面的有灯，好像有灯一样。有灯的话，它会发亮发光，不会黑暗。它并不是只有发光给别人，发亮给别人，也发亮给自己。这个是就是坚信。固执的，在一个森林里头，非常硬的、非常大的、非常高的树木，有台风的时候，自己认为我能够面对这个台风，因为我很坚固的、固执的，我的身体很大的。我不会随便倒下去的。他还会针对小树木微笑、嘲笑。等一下，台风来了，你们通通会倒下去。为什么？因为那些小树干的
树呢，连一点点的风都会摇来摇去。但是没想到台风来了，第一个倒下去的就是那些大的树，最后是留下来的树木就是小小的树。为什么？小小的树木有这个谦逊呐，学习呀，不会固执啊。从东方风吹来，它会往西方的摇下去。从西方来是往东方摇下去，他会遵守、接受，不会固执自己的位置。所以人类也是一样，在这个神团里都也是一样，在这个不管是在家、出家，所有的佛弟子当中也是一样。你如何可以建立这个？身段上的你自己的位置，变成一个等，就是间隙。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下一段呢，阿汤达芒桑耶芒布拉姆查里亚。然后，那位比丘问什么是息乐？什么样的行为，正确的行为？还有什么要做？什么样的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做？那就这个地方讲要做的行为，要做的业。身口意的行为要做的事情，第一个，阿汤达芒，要了解正法的色意意思，然后要自治，就是自赏你们修养自己，自己有一个修养的行为。这个时候，特别这个商业嘛，特别的意思说，特别自己会注意，特别注意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守护自己的身口意，守护什么呢？注意什么呢？不会有任何的暴力的行为。你有骂人的行为，你有这个自制的话，先会注意考虑到，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愤怒、嫉妒，所以这种自己身口意的行为次之。那下一个是 brahmacharya 方行，那这个我们前面三个的时候也讨论过了，方行是佛教的一个对修行方法的一个名字。所以，放心完全离开以往的生活，所以这个放心的行为，并不是只有特别说出针对出家人而已，出家比丘，在家居士也可以过这个放心的生活。若一个人开始三家八关斋戒受八戒，那这个就是方形的生活。
下一个呢，anusare jeva samachare ca。这样要联系这些做法，还要anusare回想，就是一直在想念，啊，一直在念，自己考虑。这样的话不容易忘记，其实这个回向就是你给你的心一个工作，让某个事情去想，比如说你看了一部经典，然后你可以看完了以后就从开始到开头到尾一直回想它的内容，这样的话你不会忘记这部经的内容。你看了一本书也是可以，所以每一次都你看过的有意义的内容，你可以一直回想。所以加入这个神团里面以后，你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是回想每一天，回想你曾经做过的，你曾经说过的，你曾经听过的，这回向堂中的最主要是什么？回向自己的戒、希腊。比如说你是受无戒的人，然后每一天早上你可以自己发愿，我从今天先才时刻开始，愿离杀生，愿离夺盗，愿离邪淫，愿离妄欲，愿离饮酒。那你到了傍晚，你就回想，从早上到傍晚的时间，我有没有不小心杀生过任何的生命？不小心夺盗任何的别人？属于别人的东西等等，你所有的无解你可以回想。这个是竭力的回想，那你一样可以自己内心的情绪有没有愤怒，有没有生气过，有没有嫉妒心过，有没有茶卵的时候，有没有贪心，你可以自己回想。这个也是佛教的一个神团里面做的某个事情，阿努斯里要这样的练习。咀嚼苦之后，卷细的按时间去借请老师回向正法十一，这样练习自知很欢喜。那我们看下一段，Dhamma Ramo Dhamma Rato。 加入这个修行团体的人，
他这个法，佛陀的教法，堪台乐言，意思说，你的生活上的快乐，要变成是法乐法喜，而这个你的生活法喜生活的范围眼乐眼，意思说你的生活环境都是有正法的地方，所以你会一直感受到法喜法乐。你有法乐眼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心中不容易有神奇嫉妒心、愤怒心、傲慢心、固执心、执着心，不容易心杂乱，尤其是有意心。你有一个当法喜当中训练的心，那这样的生活当中会有达摩拉多，有法爱，对法有兴趣，对法有喜欢，那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你的六根的对象六尘都是变成什么呀？跟法有关系，眼睛比较喜欢看给你法喜的事情，耳朵比较喜欢听给你法乐的事情声音，鼻子闻到什么不会有贪心嗔恨心，一直都在法乐当中。Dhamme tito Dhamma vinicchayanyu， 这样常立在法当中，然后可以般撇了解了知。那般撇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逼迫是呢，分析你要我们讲的这个破除异界，破除妄想，还是破除这个虚伪，才能够看到真相。那如何破除呢？就是旁边了知，还是分析。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一直在把自己的身体看待，认为我身体存在，所以我也存在，
那以佛的智慧来讲，这个是微虚的，啊，这个是虚伪的，假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这个习气，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这个认为，我们看法是正确的，所以佛陀非常对我们有慈悲心的教导，那即常立在这个法当中，即判别了知他的真相，判别就是分析，详细的思考，所以才会我们佛经里面这个身体的身体分开主要的十个部分，这个叫做四大因素，地水火风，还会分析三十二相，这个是我们讲三十二不净，好像这个一部车的每一个部分就是分开，轮子分开，位置分开，车厢分开，玻璃分开，灯等，那些所有的东西里面的每一个小小的部分都是分开放在旁边。这样的话，你只有看到很多的铁看而已，没看到一部车。你坐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把每位置上每一个木板一个一个拆掉了。最后你看到很多木头而已，没有一个位置。那你原本执着的位置如何看破分析？所以这个身体也是这样的分析看，所以看破破住它的外表的细微啊，这个叫做盘撇了知。那这个是要常立在法堂中，你的生活法乐眼啊，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讲说依法生活还是入法生活。那下一个呢，涅瓦查的达摩三多斯瓦达摩涅瓦查里实在废行正法玷污言论，那你真生活在你正理立张力在法当中的话，你的神口意的行为当中不会有说出来任何的废心废法玷污的言论，等于是说你说话是什么，你的说话离不开眼里妄语，眼里恶口，眼里这个良识，等于是说你不会骂人，你不会说良师，你不会欺义，你不会妄语，那你的深夜的行为上也不会打人，不会欺负人，不会伤害圣明，不会有嫉妒心，不会有贪心，不会有意思想要看到什么，想要听到什么，想要希望一切都变成是我的这种心态，不会来讨论这些。你真的发在佛法在你的生活当的话，还是你的生活在法当中的话，你连说话你说出来的话题也是给你法了。你说话的时候怎么样？
你说话的内容不会让你的内心增加贪嗔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连跟你讨论的那个人的心中也不会升起贪嗔痴。然后你的行为呢，你的身体的外表呢，也不会让自己升起贪嗔痴。别人看到你的外表、你的行为的时候，他的心中也不会升起贪嗔痴欲望，因为你有这个实在慧心，你有这个眼里说啊正法的错误啊不如法的事情。一直都会考虑到这个法啊，法的正向，这个来自你的正见。你的正见是什么？相信因果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相信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会。很多人问题是不相信这句话，很多人认为我错了就过了就算了，就过了就结束了，我做了人我说了任何的话啊，过了就结束了，没事的。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会跑的行为，那你相信这个道理论的话呢，道理的话呢，你会特别小心远离那些不好会跑的行为。所以学佛的修行，学佛的佛弟子不用怕曾经做过业力的果报，要爬的话要爬正在做的业的行为。因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的会报，你现在怕讨厌做怎么没有意义，做不到，只有一个方法而已，快快的接受它。所以不用怕曾经做过的行为的会跑，只要怕现在做的行为，相信这个因果果报，他切希涅特苏巴西德希，他切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生活上，在这个团体里面啊，在这个世界，因为你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妙言美妙的言语，等于是说佛陀说的正法会引导你。生活在法乐言法乐当中，正法当中的话，正法道理会带领你，带领你的生活，引导你的生活。那我们看下一段。Hassam Japam Paridevam Padusam
哈桑就是嘲笑你对人家的对某个人有嘲笑的行为。Japan beta paridewan kewan padusan 缺点、错误。Maya katan。Kuhakam giddhimanam mayakatam siwe kuhakam chipye giddhi thanglan manam auman Chese to se sama? Chese to ipan ren de sinchong sinwe san hui zhu xian de非法行为，萨兰布卡卡斯卡萨布木场，萨兰布抱怨，出路。堕落、设法、hitwa chare vitamado titato 失去了。生活，为的嘛都离之好，其他都一直我控制。那它整个集中是什么？因为学习这个佛法，就是因为你。加入这个修行团体，所以他抛弃了嘲笑、背叛、渴望、决定、虚伪、欺骗、当然、傲慢、抱怨、粗鲁、堕落，所以有设防，设防就是脱离严厉。他已经这个，这种行为啊，被这种事情捧起来，他现在设法理智好，而且已经自我控制的生活，他怎么会有自我控制的生活呢？因为失去了这些种种的不善法的行为，不善的行为，人有这种背叛、渴望、错误、虚伪的话。他的心永远都不会平静的。这边提到的所有的恶法，破坏你内心的平静，你可能常修修行。很长的时间，不容易得到内心的平静。但是突然
来了一个这种嘲笑、悲叹、渴望、委屈任何念头，那个原本的平静会消失了。所以这些都是破坏他内心平静的恶法。Vinyatasarini Subhasitani。 这些佛陀讲的正法都是每秒的一眼闪烁的，也有已经了解这个法义的人也可以了解这个法义。佛陀常说的法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他没有，佛陀没有讲一般人不能理解的法，人人都可以理解。苏坦者云雅的萨玛的萨让，他有定闻，还有已经所了知常定含必舍意，那他是般雅这苏坦者瓦德的。虽然佛陀讲的法是美妙，他有已经能理解的法义，也有听闻的能力，从听闻那边可以得到这个智慧，还有自己了解的禅定，但是每一个人有没办法增加增长智慧了解这个佛法，听闻这些法的事义，他是什么人？有啥说获的那罗帕玛多，他是一个懈怠的人，懒惰的人。某人既有染污所以为懈怠，那一个人是懈怠懒惰。那这个懈怠懒惰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染污的想法，这个染污就是口尘，尘口前面提到种种的恶念，所以他修行佛法方面的懈怠，所以他变成懒惰。所以这种人呢，虽然他了解这个美妙一言的法义，还有听闻的智慧，还有他自己所得到的禅定，还有知道这个法的意义，但是他没办法增长听闻和智慧，听闻法的智慧。意思说他知道这些法的意思，正法的意思，但是你没办法增加智慧，因为你是一个懈怠者。下一个呢？
Dhamme ca ye ariya bhava bhavedati. Dhamme ca ye ariya bhavedite rata. Ariya bhavedite, sancha so so, sangran so so.这个世界所有的圣人当中，最上的圣人就是佛陀。他所说的达米那些正法，当啊对这个正法有喜欢、热他欢喜，阿努德拉的。Vajasa manasa kammanata. Mokaran dui sengce so so de na xie zheng fa yu xi huan xin, yu ai de hua. Ta neng gou yong yu a, hai shi ta de神可以的心业行为变成最好的最善的，因为你啊，因为那个人对佛陀生者说的法有欢喜，有爱，有喜欢，因为喜欢法每一个人都一开始都需要的一个部分啊，虽然是佛法里面说这个喜欢这个爱啊，跟贪贪嗔痴的贪有关系的贪心，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这种心。你要先喜欢这个佛法，你有这个喜欢的这个佛法，你这样才会有一种动力去学，你才会有一种心态去修行这个法。所以才说，如果一个人喜欢了这个神者说的法的话呢，他的神口行为、神口意的行为会最善。他三地所拉这什么的三提他，他一定。建立了有安静的、软和的禅定，身口意的安静。这个禅定是什么样的禅定呢？柔和，不会出入，柔软的话。柔和的话，从你的说话当中都会感受到，说话不会有些粗糙粗鲁，那身体的动作掌我、左等等的四种行为都不会有粗鲁，非常的柔软，还有他的身安心安安静，
那如何可以得积极的神性安呢？可以得到这样的生活，因为喜欢了这个神所说的法。Sutasa panyaya ca sara madhya madhya guti。 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听闻的智慧，听闻法的智慧，你现在得到的智慧，喜欢，因为你喜欢这个法，所以你会去听。所以听闻法那边得到的智慧，我们叫说，Sutamena，听闻的智识。我们很多理解佛经的内容，这些都是属于听闻知识，一种常识，一种知识。这个会帮助到我们继续修行这个法，继续研究这个法，继续自修这个法。而且这种常识会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烦恼，控制我们的情绪，这个是自我控制。但是这个知识呢，没办法完全断烦恼。完全能断烦恼就是智慧。所以得到智慧的第一步就是听闻，先要佛法的知识，佛法的常识。所以整个偈颂可以说，若人喜欢上彼圣者所说的正法，他的圣果业为最善，他已建立于安静柔和禅定，而且获得听闻知识和智慧的精华。好，那我们今天讲到应一时功德增长福一会，应一时福德饶于修行，应一时智慧见法的涅槃，应一时功德增长福一会，应一时福德饶于修行，愿以此智慧见法得涅槃，愿以此功德增长福一会，愿以此福德饶于修行，愿以此智慧见法得涅槃。萨埵萨埵萨埵。